啊，咋这么奇怪呢？刚才明明有人敲门呢。你干啥呀，混的？本来就够邪门了，你又吓我一大跳。二哥，外边有人没呀？有啥人呢？我一出去啥也没有，要不还是你出去看看吧，给你。二棍子，有人没呀？别害怕，咱们这就回家。你干什么，二棍子？黄大师说这个千万不能打开，会有麻烦的。你把我孩子眼睛蒙上了，他好难受啊！啊？难道二棍子中邪了？菩萨显灵了，二棍子，哎呦，我这是咋的了？我拿他干啥呀？你刚才在外边看见啥了？进来就不对劲了。我好像看见一个穿红衣服的，然后我就啥也不知道了。啥？绣花鞋又来了？太可怕了！洪大师，你慢点，前边就到了。你家上空黑烟缠绕，定是不祥之兆啊！快走。